诶，也有啊，好的，是的。那在这里我们从，为什么我们大家铃铛呢？很简单，刚刚有看到那位壮汉拿着大竹筒到处去敬酒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错哈，这是我们侯嗨烟，没有错。侯嗨烟，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五、礼拜六呢，7月份的礼拜五、礼拜六呢，都是我们的这个是丰年祭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只要来，我们就会在不定时的在。每一个谁跟谁之间，我们就会来敬酒，用最传统、最高的敬意这样子去敬各位。目前没有看到是夫妻档的，有夫妻档的就另外一种。啊，有了私下订婚的，啊，没有那个啊私下没有关系，非常浪漫啊，像古时候说的花前月下私定终身。哎呀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？ 啊，就跟你们私定终身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好吧？带来这首歌曲，应该是。